我比较冷静一点了。又比较冷静一点。八点档娜美张家伟喝醉痛哭，直播上厕所打嗝，炒作自己。他怎么可以这样伤我的心啊！我跟你说，他这样对我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有真人版娜美之称的八点档女星张家伟，睡前喝了点酒，开直播和粉丝互动。对男生好，就会被觉得好像不需要再好了。那我需要的好，男生在哪里？哎，被谁甩吗？没有。哇，跟你们聊天真的好开心啊！再怎么睡觉？谁来填满我的每一天？就是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疼我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关爱我的人，对不对？会一直想要腻在我身边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吗？我在处理其他事情。就算我改天鸡托的拍时尚照，你们也可以不用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受限，我想走出我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嘿，你也有你正常功能需要发挥的时候，我也有啊。那没什么，你不用避，可是我要避。OK， 年35岁了，明年36岁了。我想告诉年轻的正在迈入这个年龄的 ，It's OK。Very OK， 对，不过可能是因为喝了一点小酒，情绪上来，躺床崩溃大哭。我比较冷静一点了，又比较冷静一点。事后张家伟回应是直播时有感而发，渴望的爱情求而不得，真正的好男人难寻，对于感情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至于直播厕所的冲水声，他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妈妈过世后他没什么家人，把粉丝当作家人才会真情流露。